一开始呢，我们要带你来看最近在网络上最红的一位，是来自泰国的女歌手，叫潘缇拉。你知道吗？就因为有一段非常漂亮的 MV 哦，让年轻的网友为之疯狂哦。轻柔的嗓音，还有可爱的表情，有多少人都被她迷住了？不只是影片人气暴增，支持跟赞美的留言数也一再洗版呢。更令人惊讶的是啊，这位美少女似乎感受到了来自台湾的热情，还特地拍了影片要谢谢台湾的网友。MV 画面当中，这个气质清新的妹妹用慵懒甜美的嗓音，配上清纯可人的笑容，攻陷台湾宅男的心。超可爱的表情，走甜美路线。她是网络上超夯的泰国女歌手 New Petita。甜美，网友就封她为泰国豆花妹，还有人说她比台湾的豆花妹更像宅男女神。网友说，虽然听不懂泰文在唱什么 ta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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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但只要盯着荧幕看，就是赏心悦目。各大论坛都在讨论这个今年24岁的泰国歌手 New Petita， 形容她的清纯好像一世独立一样。MV 里面旋律好，景色美，声音又甜，看来有不少人都被她给电晕了。版的豆花妹也超贴心，得知自己成为了台湾网友新宠，还特别用英文录制了一段影片来感谢大家对她的支持。I think all of you used to see this MV, right? And I need all of your comments and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comments and your supporting. That made me so glad. And I hope to see you in Taiwan and I hope you come.主动拍影片回应留言的网友，让大家都觉得好窝心。显然，大家对她的热情，这个新版豆花妹都感受到了。